在這個疫情這麼嚴重的時候，我通常就會留在家裡，因為我一向都是一個跳跳宅的人，我很辛苦經常叫我留在家，所以我就不讓我下街做運動，我又覺得很辛苦，所以我就會上網看一些做運動的片，我通常就會在家裡做一些自己可以做到的運動。除此之外，我就會平時我就不喜歡看一些煮餸片，但因為實在太無聊了，所以我又要學了很多很多的菜式，所以我現在廚藝是突飛猛進。還有在清潔方面、防疫方面，我自己就會經常帶很多這些細細支的這些那些清潔劑，還有一些備多一個口罩，因為有時我之前剛開始就聽說大家要備多一個口罩出去，即見到有需要的人就可以給他們，那那時候我都不是很為意，因為我從來很少出街，但是我這幾次經常去街市買菜的時候，又會見到一些婆婆啊，一啲伯伯啊，佢哋真係用到個口罩用到濕曬啊，真係冇換到啊！咁嗰陣時就會好後悔啊，點解自己冇帶多一個去俾佢哋咧？咁所以我而家咧就會出街咧就一定係帶多一個口罩，同埋帶一啲清潔手用嘅一啲消毒消毒咩話？消毒洗手液係啦，洗手液帶出街嘅。